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经济部现在突袭发给了中火的特种建筑执照，哎，台中市长卢秀燕说是怎么样呢？趁火打劫吗？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刻？而且这整个决策的过程，它就是没收了地方政府、地方自治非常正当宪法保障的权利。然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，你就是缺电嘛？